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47面，647面，第五行。从下半段看起啊，从如来从体起用，备知病运，故妙用无尽啊。从这看起，前面跟诸位说过，佛法。不同于世间法，是佛法了，确实它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体就是自性啊，从自性备知双运，其作用呢，总而言之不出慈悲跟智慧，这两种全是心得，一定要明心见性，它才能现前。那么没有明心见性的，还是占多数。无论是自己修学，是为人演说，都必须以经论为依归啊，不能违背经典宗旨啊，否则的话肯定就出错误啊，以凡夫的知见来解释佛经，这种事情可以说自古以来啊就非常之多啊，所以古时候讲经的法师一定要开悟，为什么？没有开悟，全是自己的知见。啊，自己错了，情有可原了，你还误导别人，这个罪就重了。啊，不是如来真实意，自己以为是如来真实意，就错解了。所以开经偈上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严肃啊，决定不是随便说的啊。古人有修有证啊，证是什么？烦恼真断了。啊，小乘，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三国以上，啊，在中国，传承佛教的，出家，在家的大德。都有这个水平，所以中国经典的翻译确实是无比的殊胜，参与翻译的都是中国的人，其中有不少佛菩萨再来的啊，来主持这个仪场
他们只要见性之后，佛是从自性流出来的，你是以自性的来接触它，跟你自性的没有两样，所以心心相应的。那没见性呢，通通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头的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哪有不错误的道理呢？于是经教的流传就难了。我在早年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是去听经的，不是去学讲经的。从来没有起这个念头，我这一生去讲经，没起念头。这是到台中之后，李老师鼓励我们大家，他开个经学班，同学二十多个人。要我参加，我不敢。他告诉我，你去看看，那可以。我去旁听去看看。他们在上课，我坐在最后一排。就一看的时候，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个盘素质不整齐。学历有大学一业的，没有毕业的。朱飞居士念过大学。应该是大学二年级的。有高中的。绝大多数呢是初中跟小学，占三分之二，二十个人占三分之二，程度小学程度，初中程度，而且年龄呢，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岁，这班不好教所以李老师完全用私塾教学法，就是个别。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这个教导的方法很笨拙。让我们想起古时候这种教学。我小时候念过一年，大概一年不到，私塾，有这么个印象。那个时候私塾的学生最小的六七岁，最大的有十五六岁。这么一群孩子，一个老师带的，大概也有三十多人。也挺热闹的。一个教室里的上课。每个人念的课本不一样。有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有千家诗，也年岁大一点有念古文的，念古文观止的，念四书的，每个人功课不一样。我一看老师这个经学班呢，也如一佛如是，但是怎么讲法呢？完全是佛讲。老师让学生两个人一个组，一个呢讲普通话，一个是讲闽南话，就好比是翻译即使他们是用一份讲稿，两个人上台，所说的呢全是老师说的，把老师说讲得很慢，笔记把它记下来，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录音这个设备都没有，完全靠笔记。
这两个人也记不下来，如果是小学程度的话，他怎么记得下来？所有的同学都帮助他记，我们每个人听到，每个人都记，记通通交给他，他会去整理，把它写成一篇讲稿，一篇讲稿两份，两个人一个人一份，上台去讲，时间呢是一个半小时。那么一个半小时等于真正上台去讲是45分钟。除了上台的仪式，讲完之后的回向，实际上一个人是40分钟。就是这样的讲稿。这个讲稿是确实。如果讲错了，老师负责任，同学没有责任，老师负责任。所以我看了之后，我说这个学法可以，老师要我参加，我就愿意参加，我说古人的标准高啊，这方法能行吗？老师说，古人方法是正确的，现在没有人讲经了。如果你们这些人再不发心讲佛法就断了，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那怎么个讲法呢？我们没开悟，怎么个讲法呢？老师提出来，我们讲注解。这个我们松了一口气了，没讲注解。而注解呢，最好是以古人的注解为标准，为什么？古人确实有修有证。现在人的不敢讲换一句话说，是他自己的见解，不是佛的解释。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也就是。佛是从体起用，我们今天是从什么？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起用，那这个差太远了所以尽量勉励我们采取古注古注多半是文言文，我们用白话把它翻出来，就这个意思。那古注里头看不懂的，看不懂的不说，念过去没有过失。老师提醒我们，你看注解，古人注解也有经义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是有意思，为什么他这个条没讲清楚？老师就说了，可能他也没有透彻了解。他不敢讲，他念下来，这个没过失。这是夫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做学问最良好的态度。我们在台中学到了。不能了解的念下去就好了。不必一定要勉强。把它讲出来，人家要问我这一段我不懂，你要懂的话你讲给我听，向别人请教一定要谦虚，要恭敬诚心诚意的去学习，会得到佛菩萨的感应这是每一个真正发心上台讲经的人都有感应老师教我这个方法我采取古大德的、祖师大德的注解真有很多地方看不通不要去想，想是胡思乱想，不能解决问题，放下，
把经本放在佛像面前拜佛，拜上个两三百拜呀、忽然就通了。那这个意思完全自然往上涌，我们拿笔写都来不及，感应不可思议啊！像这种感应常常有啊。老师送我四个字：至诚感动。要弘法利生，对于世间法也要通啊，出世间法就经也要通啊。经的教义通，你去理；这个世间人情世故通了，你去机。理机双起。老师举个例子，世间法，我们不说别的，就是中国这一部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你能读吗？那佛法呢？那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这就把人吓到了。怎么办？我们求感通，感是感应。用这个方法。怎样去感呢？真诚，要学真诚，真诚到极处叫至诚，至诚决定能感动。老师叫我一生守住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不但是对经教，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要用至诚，你这个至诚才是真的，才不是假的。我求佛菩萨用诚心，求跟一般人往来就可以欺骗，咱就错了。一心无二用啊，一真一切真啊，一妄一切妄啊，叫我们在这上下真功夫。那么这个方法我们用了60年了。最初认真努力学习。好在我从小对名利看得很淡。这个到以后对学佛来说是很大的帮助。我心量也比较大。念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个同学，他教我忍辱波罗蜜。我跟他学了忍辱，一生当中得很大的受用。无论什么样的逆境呢，都能够平安度过。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所以跟一切人不会发生冲突。为什么？你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你也不要。我要什么呢？每天上台讲经，你不要啊。名闻利养你要，那个我不要啊。所以没有冲突啊，跟任何人都好相处。我们细心观察诸佛菩萨，他果然是这样的。诸佛菩萨跟什么人发生过冲突？
跟妖魔鬼怪都不会发生冲突。啊，这就是什么呢？跟任何人没有利害关系。这个真是得大自在，啊，彻底放下。我今天所要的阿弥陀佛，你们都不要吗？啊，经典你们欢喜，我都可以让给你们。啊，我最后的时候，我就要一句阿弥陀佛。啊，其他的没有一样放不下。世尊在《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只要你肯放下，你就天下太平。啊，是从体起用一个智慧。一个是福德，福慧双修啊，放下是真正的福啊！啊，你看古人，中国古人讲一句话很有味道：“吃亏是福，难得糊涂。”啊，别装得太聪明，糊涂一点好。啊，糊涂一点没人嫉妒你。啊，肯吃亏，啊，吃亏真的是福啊！消灾免难呐、啊！所以一佛二菩萨的表法啊，佛是代表体啊，性体是无知，般若无知，它代表根本知啊，代表什么呢？我们这个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它代表这个，体是代表清净平等觉，起用的时候，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不起作用的时候无知，就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啊，人家来问什么，对答如流，不需要用思考。啊，直接就把问题给你解决了。啊，什么疑难杂症离不开业因果报啊，离不开这个东西啊。啊，个人的、家庭的，啊，是事业时啊遭遇的。都不能出这个原则，掌握住这个原则了，你就能解决问题了。当然，首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后啊，才能帮助别人。实际上，只是提供别人的一些参考资料而已。那真正解决问题是他自己。这一定要懂啊！心有不得，凡求诸己，老祖宗的教训啊！啊，不从自心去解决问题，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啊，今天你看这个社会上多少冲突无法解决，原因什么？都把这个目标搞错了，他不从自己。他从别人，从对方，从外面环境，这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如果回过头来从自身的解决呢，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妙用无尽呐。是乃弥勒菩萨，你看以福智。超胜赞叹佛德啊，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啊，赞叹阿弥陀佛，又佛十号之一曰天人师，天上天下唯佛独尊，犹不设方
为大道士，故曰：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佛是师道，以师道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所以佛教是教育，跟我们一般人讲的宗教性质完全不相同啊，它是教学。你看它的历史啊，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出去求学，30岁开悟了，开悟之后就展开教学，79岁圆寂，49年之间，他没有一天休过假。啊，为我们示现呢，兢兢不懈。啊，他的兢兢是帮助别人的。19岁出家，放下了烦恼障，啊，他是王子、太子的身份。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啊，放弃王位，放弃宫廷里面的生活，叫富裕的生活，出去求学，过苦行僧的生活。这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啊，一般人所求的是名闻利养、荣华富贵，他把这些都丢掉了啊。为什么？那是烦恼，你想得他可以，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他的视线让我们去认真反省，这不值得的啊。他开悟是把12年所学的放下了，那叫所知障啊。他要求真智慧啊，自心里头有圆满的智慧的能向好，他要求这个啊。回过头来从自心求，不从外面求了啊，他如愿以偿啊，啊，真得到了啊，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这种实现告诉我，他能做到，每个人都能做到啊，所以他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你为什么成不了佛呢？就是你烦恼障跟所知障放不下，你成不了。你真肯放下就成了啊。所以我学佛第一次见出家人就是张家老师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法要啊。啊，这个法要是什么呢？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殊胜啊，知道佛法是这个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啊，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弃入？我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的啊！老师听到我这个问题之后，就看着我啊，很严肃地看着我，我也看他，等他回答。我们这样一看，就看了半个多钟点啊！那时候他的小客厅只有四个人。四个人都像入定一样的。半个小时之后，他说了一个字：有。这个有，我们马上就振奋起来了。他就不说话了。很多年之后，我才想到，他为什么不当时就给我说？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在这种状态之下，心浮气躁啊，讲了没用处，所以耳边风。右耳进去，左耳就出去了，不起作用。一定要叫你把心定下来，把情绪统统放松，这时候告诉你，这管用。决定不能有浮躁的态度。我遇到这样一个老师，用这种方法教导我。那么又停了六七分钟，给我说出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你就能够弃入了什么叫看破？事实真相明了了，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不就成佛了吗？当时老师没有这样详细给我解释，他要求我一定要做到，我告辞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跟我说，今天我给你讲的六个字，你好好的去做六年。我真听话了。我问他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从布施，叫我学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告诉我放下这三种。自然有三种果报，那就是你会得到财富，得到聪明智慧，得到健康长寿。我们不是为这个来放下的，我们是希望其如如来境界。此地所讲的体。我们如何契入如来所证之体？就是自信了，宗门讲的明心见性了。我们求这个。如果要是求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就落到人道了。
啊，这是世间人所要求的。啊，你要依照佛法说，肯定求到。啊，你命里头没有财富，你会得大财富。啊，命里头没有聪明智慧，你会得大智慧。啊，命里面是短命，可以得健康长寿，对，真求得到啊！就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啊，啊，他有理论，有方法，啊，如理如法的求，哪有求不到的呢？啊，不合理、不合法而求到的，那什么命里头有？而且命里有的时候决定已经打了很大折扣了啊，是错了，不值得了啊，真诚去学修啊，那么你得到了这三样是得到了，你要真正为苦难众生服务啊，你所得到的有价值有意义啊，会越得越多。如果得到的只顾自己享受不顾别人，你得到东西很有限而且果报不好。如果是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堕落在名利里面，往往果报都在三途。啊，这些道理不清楚不行啊！啊，都清楚、都明了、都放下，这是走的正道。啊，走的是佛道。经上讲的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啊，佛的十号之一有天人师啊，这是说明世尊当年在世做出来给我们看了，犹不设防为大道师，这八个字把释迦牟尼佛一生行业都说尽了啊。世尊在世确实是有话释放啊，居无定所，他没有固定的道场。什么叫道场？讲经教学的地方就是道场，可能在树下，可能在山坡，可能在河边，任何地方他教学那就叫道场，没有房屋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说明明天就不在这个地方了，别的地方去了。啊，确实一生过着油画的生活。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建一个精舍，也没有建一个寺院。啊，这些寺院庵堂都是佛灭度之后啊，弟子们建立的佛陀在世没有啊。啊，那些过往大臣供养云林
啊，别墅啊，请佛在那个地方修习讲经教学，佛也接受啊，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接受用现在的话说呢，佛接受使用权，不要所有权，所有权还是主人的啊。他在那里讲经教学一个时间，一段时期结束之后还给主人了啊，他离开了啊。世尊原籍是在树林里面，不是在房子里头啊。这些他老人家的表演，我们细心去体会，细心去观察啊，从他经典教诲当中完全印证了啊。对于这个世界，明文理扬，五欲六尘一丝毫都不沾染了啊，那个心都清净了。那我们体会到了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世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里会有分别之处啊。所以佛的现身，现而无现，无现而现，佛的说法无说而说，说而无说啊。我们要会听的 啊，会听的人怎么样呢？也得要听而无听，无听而听，那你就真契入了啊。我们现在不行啊，我们现在有说有听，有时候也听着，我们用的是实心，八十五十一心足，没有专制啊。啊，转八十成四智，那就是说而无说，听而无听了。啊，那就得大自在了。转识成智很有味道，这话啊，这是什么知识？如何能把知识转变成智慧啊？转的方法，小乘，不分别，不执着。转了一半，大乘，不起心，不动念，全转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我们见是见性见，《楞严经》上讲的清楚。我们听是闻性听，闻。啊，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这说观世音菩萨怎么修成功的啊？他是用听啊。怎么叫梵文？听的时候不用耳识，不用意识，不用摩那识啊，用什么呢？用闻性去闻。闻性在哪里？只要你不用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闻性。你见呢，就是见性。这就是从体起用，妙用无尽呐！啊，我们现在不会耶。
不会，那就老实学经教，经教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乖乖的去做。这样学可以学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学到相似即佛。见性就不是相似的，真佛了。相似即佛，可以到十法界的这种菩萨佛，到这个地位。都是非常认真啊，很认真，很乖，很听话。佛教怎么做就怎么做。能够到相似即。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如果是真心的，转八十乘四智就不是方便土了，他生十报庄严土。品位不一样。不过在极乐世界特殊。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致菩萨，成就殊胜，不可思议。阿惟越致菩萨，也就是说明他是化身菩萨的待遇。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一样。这怎么回事情？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价值。这是他方世界找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是转八十乘四智，话说得很容易。事上确实有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要是知道这个难，就不必去找这个麻烦。我们的一生寿命有限，这个路认真去想一想，很难走得通，就回过头来走净土。净土这个路，你看《往生传》，看《净土圣贤录》，里面有一半的人差不多三年就成功了。三年的时间我们认为有可能。三年时间。一门深入，三年熏修。真没有问题啊。这三四年前，深圳黄忠昌居士给我们做的表演。他才三十出头啊。听到我讲经讲的这些地方。他就闭关试试看。是不是三年真能往生？他在官方两年十个月成功了。欲知时知，我相信他的寿命他不要了。跟阿弥陀佛走，佛真的把他接引走了。回过头来我们想想，这些念佛人谁能跟他相比？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大乘无量寿庄严。这就说明啊，凡夫成佛不难。
难在我们自己不认识路啊，难在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修行呢。啊，一句佛号，经教懂不懂没关系，真信不需要懂得这个东西。啊，40年前。星云法师在台湾南部买了一个山，他把它起个名字叫佛光山，建了一个佛学院，请我做教务主任。啊，我在山上教了10个月。啊，遇到一桩事情。佛光山有个长工，因为它的建设是常年不中断的，几十年不中断，工人就一辈子在他做工，等于他包了。啊，这个长工是将军乡人，离佛光山很近。啊，工人有一天告诉我，他们的邻居有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告诉我们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亲眼看见的，劝我们念佛。那前几年，高雄中山大学的校长请我到学校讲演，我提出这桩事情。啊，我讲完下台之后，有2个人来找我，他们是将军乡的人，告诉我是真的，一点不假。这些人来给我们三转法轮里头做正转呐、他们的视线是给我们做证明啊，不是假的，为什么不敢？啊，所以我曾经劝过同学，啊，我们在1年前看到美国2012的这个电影，我看完之后，那天陪我的有20多个同学，我就告诉大家，我们就把往生的时间定在2012的11月，我们就一句佛号。啊，看到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往生？肯定会往生。啊，我们不受这个灾难，这个灾难与我们没关系。啊，真正念佛人在这个机遇当中克期求证，我们把时间定到那个地方，我要求证，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啊，所以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没有惊慌，没有恐怖啊，心不散乱。底下讲尽得知福，这是遇到了，我们这一生能遇到福啊，经云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呐、此地说人生难得，佛难知啊，得人生不容易，得人生遇到佛更不容易，我们今天遇到了啊，遇到佛，遇到佛法，
以大庆也。这值得庆幸的，不是一般的庆幸的，无比殊胜的庆幸。那佛闻无量寿身，那这还得了吗？你遇到的不是一般佛，遇到阿弥陀佛了，遇到无量寿经了。啊，经云：幸会闻法难中难。这关键就在这两个字：幸会。啊，我真相信，我能理解，我依教奉行，这是会。慧的反面是愚，是迷。那愚迷的人，哎，信了，不求解，他也不认真念佛。啊，还留念在世间的名利五欲六尘，他这个放不下了。啊，那这一生就很可惜呀，会空过了。啊，何况所闻乃六字洪名，一尘远海，最极圆顿，不可思议之妙法了。我们今天闻的是不得了啊！啊，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是弥陀的圣号，是自信的德号。啊，无量光、无量寿是自信，只有自信是真正的无量光寿。啊，等觉菩萨都没有，等觉菩萨无量光寿啊，都是有限的。有期限的，啊，只有自信无量光寿是真的，没有期限的，永恒不变的，啊，所以弥陀名号是自信的德号，啊，我们称弥陀圣号，自信德号是一不是二。啊，一尘远海，这是赞叹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所修成的。啊，一尘是做佛去了，不是做菩萨。啊，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所证得的佛果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这是四十八愿，跟这部经的经文所说完全相应呐。啊，最极圆顿，圆是圆满，顿是快速顿超。啊，你在一切经教当中找不到，哪有比这个更快的？啊，快到什么程度？《弥陀经》上说得好：“若一日，若二日，一天可以办到，两天可以办到，啊，三天可以办到。”一天两天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三天有记载。啊，宋朝盈科法师，啊，他是三天。
啊，真做到了。啊，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他凭什么？他本身是个不守清规犯戒的和尚，在庙里人家就瞧不起他。啊，他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勇猛劲？他怕因果。啊，因为他自己造的罪业，自己很清楚。啊，自己的行为决定堕地狱，怕地狱苦啊！啊，向同学们请教，有没有办法救他？他的毛病习气很重。啊，同学们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啊，就决心痛改前非，啊，忏悔呀，啊，关起疗房的门，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他也不吃饭，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真叫至诚感动，真诚到极处，它不是假的。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到你十年寿命完了，命终的时候，我来接你。啊，因果法师说，我不要了，十年寿命不要了。啊，因为自己习气很重，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我十年不知道又造多少罪业。啊，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阿弥陀佛，当然呢，意思叫他表法，表个法给大家看看。不是当时带走了，当时带走了大家不知道，没人晓得他怎么关门念三天佛的时候他就死在房间里，大家不知道啊。佛告诉他，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那这就可以表法了。哦，他很高兴，门一打开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告诉我三天之后来接引我，这庙里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啊！但是没有人相信啊！你这种人，这三天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好在三天不远，看你三天往不往生。啊，到第三天真的往生。啊，他要求大众，啊，帮他助念，送他往生，真往生。啊，这不是假的。最极圆顿呢，云科法师证明给我们看了，破戒比丘念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寿命不要了，啊，就走了，不可思议的妙法了，啊，他做出这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牢牢记住啊，真的遇到危险急难呢，我们要学他了。啊，他没有别的本事，就是真诚到基础。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就一心投靠阿弥陀佛，你赶快来接引我。我们的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啊，造罪业不怕，盈科造的罪业很重啊！
阿弥陀佛都来帮助他了。啊，何况经上讲得很清楚，念一声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啊，他念三天了，三天三夜没中断了，他的罪业大概就消得差不多了。啊，对这个世间全放下了，什么都不想了，只想阿弥陀佛。这叫真忏悔，真消业障啊！你还怕什么？啊，不要怕业障太重啊！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肯真干？啊，真干真有效果，就确实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妙法。有弥陀要解约，这是欧耶大师讲的。你看看，不论智心、善心、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弥陀名号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啊，毕竟应是得度。啊，这是说这个名号的功德。啊，银科法师是智心，真诚到基础。啊，三天三夜就成就了。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句名号太不可思议了。啊，智心念、善心念、散乱心念，或者是有心念、无心念。啊，有口无心，或者是解，或者是不解。啊，只要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听进去了，听了，啊，有心听无心听都可以，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啊，佛度有缘众生，你阿赖耶识的，只要有阿弥陀佛的名，或者有阿弥陀佛的像，哎，看到这一尊阿弥陀佛像，你见到了，一粒眼根；听到名字，一粒耳根。啊，你阿赖耶识就有种子。啊，什么时候缘成熟的时候，你就遇到了，这个种子就起作用了。啊，所以假使千万劫后。这个千万劫当中你都没有遇到缘，千万劫后啊而遇到了，应是得度，就因这一句名号得度。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帮助众生，帮助别人，跟别人结法缘，就用一句阿弥陀佛。啊，就用这一句名号，啊，甚至于我们穿的衣服，把名号印在衣服上，绣在衣服上，你到外面去走一圈，很多人就中了善根了。好啊，你跟多少人结了缘？啊，这个事情是大好事啊！啊，故今会众欢喜庆幸，开发佛智，明悟自性，故曰心得开明。啊，佛菩萨
道场的领导人啊，乃至于我们自己学佛明白这个道理，我时时刻刻都要想到让大家知道有阿弥陀佛让大家有意无意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个人就已经得度了啊，但不是现前啊，现前如果他真的明白真的努力啊，抓住不放他这一生就成就了啊，给他种了因啊，下了种子啊，将来缘成熟了，就是这个种子成熟啊，就这个种子啊，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开发佛智，明悟自性啊，归心得开明，如慧素云：开发佛智，断灭无明，故曰开明。迷是无的意思，迷不欢喜，没有一个人不欢喜。啊，欢喜，啊，心得开明。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经文。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呐。适当念佛了，戒断呼吸，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断绝，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这一段念老注解上写得很清楚很明白，佛诚慧弥勒啊，前面为弥勒菩萨开始，不厌其烦，再进一步开导他，首当自度啊！这一句话太重要了。你自度，你才能度人；你自己成就，你才能成就别人。啊，为什么不能自度？前面这几句话就把这个缘找说出来了啊，敬于佛者，是为大善。这头一个对佛不尊敬啊，那你这一生当中得度的机缘就没有了啊。你有善根，阿赖耶善根，这一生不能往生。所以这个敬字都重要。
啊，古人教学，这个孝敬是从小培养的，从什么时候呢？中国在古时候，大家族里头，啊，所谓是富贵人家，贵是有地位，啊，做官的，官做得很大，富是有财富，啊，这样的人家，决定是知识分子。啊，他没有知识，他就不能在社会上取得这么高的地位，啊，这么大的财富，啊，所以都是读书人，对儒释道都通达明了，啊，所以家里面人重视家教啊，这几乎。我们可以从每一个家族家谱里面看到，啊，家谱里面除了记载从元祖一直到现在世世代代不断绝，啊，这是家庭的历史之外，一定记载家道、家规、家学、家业，啊，所以妇女从怀孕的时候就懂得胎教，啊，孕妇之礼最重要的，懂得起心动念会影响胎儿，所以怀孕的时候这十个月不能有不好的念头，念要正，行要正，啊，言语要柔和，啊，动作要端庄，它通通影响胎儿。啊，这个十个月，那就真的叫扎根之根本呐、啊。这小孩生下来一定很好教。啊，为什么呢？没有一丝毫偏斜干扰他，他所得的是纯正，啊，纯净纯善。小孩出生下来之后，他睁开眼睛，他会看，他会听，他就在模仿了，就在学习了。啊，所以接近他的人，父母是最接近的，时间是最长的。啊，表演给他看，表演什么？现在讲的《弟子规》，所以《弟子规》不是叫小孩念的，不是叫小孩背的，别搞错了，是父母做出来给他看。啊，父母把《弟子规》全做到了，啊，他通通看会了。这个三年教育，1000天叫扎根教育。啊，父母完全是身教，就是身行。没有言教，言教他不懂，甚至他还不会说话。啊，父母怎样对他的父母，哎，小孩看到了，他就记住了。啊，这是中国教育啊，我们这个教育丢掉了，大概150年。150年前非常普遍，啊，
一千五啊，这个150年，啊，头一个50年还有少了，不太重视了，啊，最后的这一个世纪这100年，所真的所获了，啊，现在讲出来没人懂，没人知道这回事情。啊，所以古时候啊，父子有亲呢，那个亲非常明显呐，你亲爱呀。啊，现在小孩对父母不知道孝顺了，啊，父母真是娇生惯养，把小孩都教坏了。小孩认为父母伺候他是应该的，那伺候稍稍怠慢呢，他就要报复了，啊，你怎么这样对我？所以有杀父杀母，会出现这种事情，啊，这在古时候从来没听说过的。啊，所以小孩到6、7岁之后上学了，啊，把这些事情讲解给小朋友听的，是老师的责任。老师要给学生做榜样，也是身心言教。啊，他已经学会了，再把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哦，小朋友他懂。啊，为什么要孝顺？他就明白了。啊，这个时候可以叫念弟子规。啊，弟子规里所说，他全做到了。啊，再叫他认识字，明白这个意思，老师会讲为什么要孝。啊，把孝悌忠信讲清楚、讲明白。啊，小孩的教育没别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那把这些东西讲清楚、讲明白，在德行上根深蒂固啊！啊，还有多余时间就叫他背书，为什么呢？不让他胡思乱想，他要不去背书啊，他也会胡思乱想。所以从前教育很厉害啊，聪明的人每一天多背一些，迟钝一点少背一些，最少的100个字，一天背100个字，最多的大概差不多700个字，普通的是300到500，这样中等根性。上等根性的回到600、700个字，所以老师教句读啊，教你念，标准就是你10遍可以背得下来，念10遍还不能背不下来，就不能再读了，所以那个很聪明。念6、700个字，10遍他就能背。所以这是个标准。一定要适合于他的根性，他的程度。因此每一个学生的标准都不一样。同时学一部书，比如说学论语，背论语。记忆力很强的。他就背得多，论语20篇，他可能一天就背1篇。那个程度差的，记忆力不好的，每一天只能念几行。
啊，100个字左右，10遍他会背，以这个为标准。啊，他能接受多少？所以读书弱啊，每一个人都适合自己的程度。啊，读书很快乐。啊，四书里面读书不讲解，只讲解做人的道理。书不讲解，书是叫你背。啊，背书就是修定，修禅定啊。啊，不许你胡思乱想。啊，那么10遍能背下来了，老师督促你，聪明的人小朋友，要念100遍，背100遍。啊，稍微迟钝的呢，他要背200遍。啊，那到第二天呢，一上学，先要把昨天的功课，就是从头到尾背1遍，再教你念下面的。所以这个书念的，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啊，我们就没有下过这功夫啊，那不行啊！啊，都要找很多参考资料来呀、啊。就李老师，这我们上面一代，他大概是比我多2代祖父级的。啊，他就不要查资料啊，全会背。啊，引经据典，随手念来，那么容易。啊，我问老师啊，啊，老师你记得真多啊。老师说你不知道，跪过砖头来的。啊，是背不出来背法的时候，跪在砖头上啊。啊，现在没有这种体罚了，从前体罚是家常便饭了。啊，教不严，师之惰。老师教学生很严格啊。啊，学生受了处分了，老师会啊，这个家长会到老师那感谢，还要送点礼物给老师，谢谢他的管教。哪有像现在呀、啊？现在老师严格一点，家长学。小孩回家对家长说，家长马上到警察局去告状，这个老师虐待儿童。啊，所以这教育不成话了，怎么能教得出来？啊，我这一代所经历的，还有一点这个情形。啊，我们念小学，在学校犯规了，被老师处分了，啊，处罚了，啊，心里面有的时候流着眼泪回家去，怎么了？啊，被老师罚了，啊，父母第二天买了礼物去，感谢老师，我们看到了。以后处罚了回去不说话也不流眼泪，免得还要父母送礼物给他。啊，所以这种风气在现在完全没有了。啊，所以像师道没有了，孝道没有了。啊，人造作许许多多的不善的事，你就决定不能怪他。啊，这个是有历史的渊源，一定要懂得。啊，怎么挽救呢？从自己做起。教孝，教敬。
啊，课堂里头从来没有挂老师的照片的，没有的。啊，佛教讲堂里头只有供佛菩萨了，没有供老师的。啊，那今天我们都把老师的照片放得大大的，都挂在那，干什么？教小啊，从我做起，我来表法了。啊，对老师是一种安慰呀。啊，对大众是一种提醒呐。啊，净宗，我们这边十三代的祖师。啊，这是画像。啊，我们这一生很幸运，能够学到一点传统文化。能够学点一套佛法，啊，能信能解，啊，能把所学的东西落实到生活上，啊，真正像方老师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对老师不能不感恩呐，不能不礼敬呐。啊，上课之前，这堂课完了之后，都对老师鞠躬致敬。啊，对老师。佛告诉我们，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四重恩是父母恩、老师的恩、佛菩萨的恩、国家领导人的恩。啊，所以我们这里供国家领导人的也是照片。啊，每一堂经讲完之后，我们都回向，为有恩于我们的人给他祈福，为有灾难的人为他祈祷，啊，希望消灾免难呐。啊，从我们这里带头来做。啊，劝别人，人家未必会听你的。啊，我们自己天天做，希望这种真诚的心，慢慢会感动一些善根深厚的人。啊，他们看到会有感动。啊，重新再回到从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如果是三代之后，那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啊！我们深深相信，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抱住，前途是光明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是真理，真理是不会被磨灭的。啊，这个世界世世代代一定有传承的人。啊，如果我们发现有传承的人。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他，帮助他。
我们不是圣贤，我们也不是佛菩萨，我们是凡夫。啊，凡夫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啊，能认识人。啊，所以也有一些人呢，欺骗我们，我们也被欺骗过。啊，每一次欺骗，被欺骗了，我们认真反省。我们不会责怪他，我们检点自己，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德行不够。啊，这样子呢，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啊，逆增上缘，往往比顺的增上缘呢还要殊胜。啊，经典里面教训呢，我们真落实了，这个确实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这个敬比什么都重要。啊，恭敬，敬佛者，敬何佛恩呢？名为敬佛。啊，首先要敬父母。啊，提倡孝道，孝道是世出世间一切法的大根大本。啊，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叫孝，叫敬。啊，真正觉悟的人，就如菩萨戒经上所说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意思是说什么？用孝亲的这种心对待一切大众。你这个孝做到家了啊，老师恩同父母啊，这佛经上说得很好，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老师的地位跟父母是平等的。啊，老师的儿女跟我们的关系跟亲兄弟没有两样。啊，一生都要互相关怀，要互相照顾，要互助合作。啊，不是外人。啊，所以的社会能和谐。社会能长治久安，靠教育啊，靠孝亲尊师的教育。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用什么方法来做？啊，举办大型的活动，这是宣传。啊，不，在今天不但要办学校，还要有实验田。啊，真正做出来，哦，大家看到，感动了，相信了。啊，所以这个实验田重要，能做成功。我们过去
在庐江汤池做过，做成功了。啊，真正做成功，它就有效果。啊，我们大型活动的宣传，宣传完了之后，你到那里去看，你就看到了。啊，所以这个点太重要了。啊，汤池这个点关闭了，我们离开了。啊，台湾在做。啊，台湾有两个地方在做。大家都在努力，这个是全世界人都在等待着，都想真正看到。啊，六月初，我在日本将近半个月。日本那边的同学也想做好事情，真正能够落实传统教学，日本的灾难会有大幅度的减轻。我们不敢说没有啊，会减轻。我们乐观其成。日本的文化是春秋战国时候从中国传过去的，他们的民族性善于保守，一直到现在还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到日本去就好像回到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啊，农村里头的人民非常淳朴，还原观上讲的师德，在日本能够看到一个影像，随缘妙用。威仪有则，如何制止待众生苦，能够看到一些啊，很难得了啊。所以敬佛佛恩呢，名为敬佛，要知道用父母对我们有恩，老师对我们有恩，佛对我们有恩，国家对我们有恩，一切众生对我们有恩。啊，佛家讲上报四重恩，何者承担领受之意？如来万劫熏修啊，入佛之见。那以佛智之见开始我等普令无数。这就是佛对我们有什么恩德，这说出来了。佛的智慧，佛的道德，啊，佛的教学，是无量劫修成的。生生世世永无
断绝。啊，确实他入佛之见，入佛之见就是他成佛了，他证果了。啊，即使是世间的老师，他也有几十年的学习，啊，功夫、经验、心得，啊，来给我们分享，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你能说没有恩德吗？啊，农夫耕田，受尽了辛劳，啊，收获这些农作物供养我们，让我们能吃饱，能穿暖，啊，这是他的恩德了。一切众生，各行各业对我们全都有功德，我们不能忘记。啊，我们用什么回报他？在自己这个行业上，认真努力，把这个行业的工作做好，回报他们。啊，我们才对得起。啊，佛陀教育，就是以佛的知见开始我们。普令无入，啊，普遍让我们去觉悟，契入境界。啊，我们个人根性不相同，犹如的浅，犹如的深。啊，所以菩萨级别也有五十一个。啊，从初性位到等觉。五十一个境界，啊，我们要不断的去深入，啊，希望证得究竟圆满。一佛果觉，作我因心，不离三起，顿入佛智，这是净宗法门，这是一个特别法门。以佛果觉，这个佛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啊，而且成佛很久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弥陀成佛到现在十劫了。啊，时间是用劫来计算的，这个数字今天所谓是天文数字。啊，那么他的方法太巧妙了，就是用一句佛号。啊，用这一句佛号做我们现在修行的因心，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心。哦，这个速度快了，不离三起，不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不需要，顿入佛智，我们立刻就能够证得。啊，只要把障碍去掉，佛智就现前了。用什么方法除障碍呢？就用这一句名号，妙就妙在此地。
啊，我们起心动念，一定要晓得，起心动念都是错的。你要肯定这一句话，不要以为我起心动念是正确的，是好的，那就完了。啊，慧能大师与这个地区很有缘分，他是广东人。啊，在唐朝出了这么一位大德，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真开悟了，怎么开悟了？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他这一放下，一放下呢，真的是这里所说的，顿如佛知。他不是陷入，他是顿入。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行仪，我们真的要觉悟啊！不觉悟就错了。真正要知道我们起心动念是错误的，为什么呢？真心理念啊，念头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没有念头，所以有念即错啊。这个要承认，那我们就不能没有念头，没有念头做不到啊。啊，像慧能那种人能做到，我们做不到啊！这历史上没有看到第二个慧能。啊，我们只有能把这个妄念减少，没办法断掉。啊，那现在佛教我们这个方法，把那些妄念统统换成阿弥陀佛。哎，这倒是个好方法，真是妙绝了。果然换过来了，我们就能够顿悟。什么都放下，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我们起心动念妄心，妄心是假的，不是真心。我们的身体不是真的，假的，有生有灭。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地球、星球有成住坏空，都不是真的。你想它干什么？你念它干什么？彻底放下。这一放下，给诸位说，就顿如佛知了。啊，慧能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放下。啊，一句话听明白了，统统放下，他就成佛了。啊，成佛之后才能够帮助没有放下的那些苦难众生，他们也是佛。我没有放下，跟他们一样，我放下了，帮助他们放下，这就对了。叫自心化他，所以这一段经文呢，首当自度。啊，自己没得度，怎么帮别人？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